我来泡一下茶，休困一下。我袂使，休落来，就去受到大小姐。我实在想拢无，亲像大小姐遐尔好的人，无代无志会去拄到这种代志。是讲啊，天公伯哦，真正是创敌人啊！大小姐竟然会发生车祸，还佫这严重。真正是愈想愈气啦，我就想要去创话会讲哦，甲祖官大家雷困哦，拖出来拍拍的啦。好啊啦，莫在遐讲遐气话，咱即马一点仔证据都拢无。 都算你创话会讲，甲弄甲杨哥哥对双手好处哟。祖官大家温良，讲这件代志毋是因做诶，啊因若无讲白贼，啊那咧上险伊就雷坤啦。雷坤即个物件计吼，几头几脑，啥物代志都卡做。这件代志百变是伊做诶，无用诶，我定甲问一个清楚。嘿嘿嘿，哎呦，你莫安尼找彭白帮，就要走倒去啦。即嘛是法治诶世界，万行拢讲正义。 啊，咱若无你咧正义去讲清楚是要安怎去？你万不如搁你遐代志是要安怎？哎呦，金凤姨啊，我若是咧你遐代志，我是替咱大小姐抱不平咧，我要替伊主持一个公道啊！我知影恁大家真心气啦，无你干咱咧去，敢有人会发度？无嘛，对无？上重要的先甲小英甲顾好，较有影，哈。对嘛？你光白白，我是要倒。哎呦，啊，就出来庙会求神啊，无要安怎？求一个香火好大。 这样做啊，真的很傻哎！我根本没想这么多。听到你说要离开，我急都急死了。如果能把你留下来，即便我被撞死，我也情愿。不要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，我又没有那么重要。而且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你叫旺博和曼应该怎么办才好啊？你对我真的很重要，心怡。 那天的事，对不起，你原谅我好吗？我会对嘉宾说出这样的话，是因为我知道现在真的很糟，我很同情他。他爸刚过世，你又不肯原谅他，家乡家里的一切又被离婚霸占了，再怎么绝望。 痛苦的心情，我真的很担心他会做出傻事。我是借证你来鼓舞他，因为你是他心目中最重要的人。志伟，我了解，我知道你很善良，但我不是商品，可以让你这样推来推去。你这样做，我会很混乱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你。 来面对陈嘉宾，我不是礼物，不是说你这样送给陈嘉宾他就会开心的。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的立场、我的感受呢？对不起嘛，我真的没想这么多，你不要怪我好吗？感情这种东西很难说，难道你不害怕哪一天你把我送给别人，我就真的爱上别人呢？ 我害怕，我当然害怕呀！我刚听到你说要走，我都快急死了。如果有一天你不要我了，我肯定难过死了。志伟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你对彼此有好感。 想不到十八年后，我们可以再相遇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。既然我们都说好要在一起了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珍惜，不要再做出让对方伤心难过的事情了，好吗？嗯，我发誓，我用我的生命爱护你，保护你。
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 Annie。请问你是郑心怡小姐吗？是，请问哪里找？我是新泰集团的代表。我今嘛在台湾要筹备分公司的代志。有一次聚会当中，我听过你请甲创华会馆有来问张董，讲起你的经营能力，在少年辈当中你算是第一等的。唔知影你有方便甲阮见一个面？稍等下，我会把地址还有电话传给你，保证到咱有机会会当合作。我诚心欢迎你加入本的企业团队。这样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什么事？有一个叫做什么新泰集团的代表打电话给我，他说看中我的能力。希望我可以去他们公司上班，说什么张董推荐，张董是谁啊？傻瓜，问这么多干嘛？去了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，嗯。检测吧。哦，快检测。阿兰，阿你等下信怡拿来，就会坐在这个碰椅。阿你大头家哦，就应该直接靠着伊啊。阿姐，你即摆一定足紧张吧？你真紧，就会当看到你亲生查某囝信怡啊。真正是。真是会紧张，一定是心仪来，别个谁哩吼。关心娘，心仪来哦。郑心怡，请问 Amy 小姐在吗？你好 ，Amy， 郑小姐来哦。谢谢。你好，你就是 Amy， 来这边请。安尼好，安尼水。啊，总经理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我是新泰集团的总经理，我叫做袁晶晶。小姐，坐下。嗯。心怡小姐 ，Amy 伊叫做秀清，伊是我的秘书。阮新泰集团是一间跨国际公司，在阮公司的旗下有房地产、食品业，啊，佮伫每一个国家，阮拢有连锁餐厅。即届阮是专工倒来台湾发展，成立分公司。我拄好听张董个讲，心怡小姐，你有这方面的专业佮经验，所以我才会请 Amy 打电话你，希望会用着重你的才华。小姐，你讲迄个张董是倒一位张董啊？就是人叫伊 Peter 的张董啊。是啥物人介绍的并无重要，
兄长阿西，我们能不能合作成功？听讲以前创华会馆旗下的贵宾餐厅啊，加服装公司，在你的运筹帷幄之下，伊都经营得有声有色。所以，阮总经理是想讲哦，你若愿意来阮公司担任副总经理的职务，你一定会当驾轻就熟，真紧就会当拓展咱的业务。你是叫我来做副总经理？因为公司在大家成立的关系，所以薪资暂时是定在每个月30万，一年30有奖金，啊，搁有每年搁有10%的红利。假使讲你若是用在公司做满一年，啊，搁有一个月的休假，唔知影你意思安怎？他们开的条件也太优渥了吧？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心怡小姐。你应该放心，拄则我所讲的一切绝对不是凊彩讲讲的，而且我应该给你挂保证，我是一间正正当当的公司，我嘛希望公司的业务应该好好伫台湾发展，所以参照你这么有能力、有才华的人，我绝对会不惜一切来重金聘请，所以希望你会当带来卖提示。我知影，你是一间正当的公司。而且你和我条件遐尼好，我真正足感谢的。是讲我即马手头阁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可能无法度马上答应你。唔知影是毋是当和我一寡时间好好考虑一下。好，我有你时间考虑，啊，不过我希望你明仔载就应该和我答完。好，我知影。那是无代志，我先告辞啊。我送你。不用了，请留步。心怡，阿姐，你有要紧吗？不要紧，无代志，是看到家己的查某囝。真正是已经当大人啊！看到伊当日平安健康，我都真满足，真快乐啊！昆生啊，有一件代志我想无呢，你已经弄一个心意啊，小诺白甲讲，你还阁活的，反倒转来还阁欢喜呢。因为我有乖计划。目前我暂时无想要惊动我的敌人。阿哥，你即摆已经找到岳峰、心怡、文良，啊，佮有你的家后林金凤，人伫倒位？先我你干呐找心怡，其他三个你拢歹找。这件代志暂时先莫找岳峰佮文良。因这边人较侪，嘛较复杂，知影咱的人愈侪，对咱愈不利，甚至有可能打草惊蛇。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机会，甲岳峰、甲文良两个小人，然后我会加后，等恁调查清楚。伊甲张公达个关系了，我自然会做一个决定。